昨天晚上才见完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，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啊，一大早就接见了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，但是他一开口再度左酸郭台铭，右打赵腾雄，还是不改他的大炮本色。不用花600万登报纸啊，也不用在外面开记者会。柯文哲一早一开口左酸郭台铭，右打赵腾雄。前一晚才见完远雄董事长赵腾雄，柯文哲上午再来接见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。要拜托的事情，一定要编号1234哦。那这样才是很清楚哪一条有没有解决嘛哈。我想呢，今天建商工会这些李建士应该很满意的离开了。而前一晚怎么会说赵腾雄是10个叶世文？这个有时候每天讲话也不一定要为什么嘛，我每天都常常有生来比，不是吗？而鸿海会不会也来谈？正哦，等我气消了再来吧。柯文哲说要财团不要走后门，是否会议桌上谈比在餐厅餐桌上谈效果好？记者陈夏、张东鹏台北采访报道。